欢迎收睇今集嘅 Player Studio。咁啊，今集又有少少突然啦，咁啊，所以都冇讲几月几号嘅 Player Studio 啦。咁啊，因为都比较突发，咁啊，所以先至拍今集呢一段嘅影片啊。咁啊，点解咁突发咧？咁啊，因为事关今集有新嘅 Pod 开啊，咁啊，比较急啊，咁啊，所以好快就开。话俾大家知开啲乜嘢咁啊！今日开盒嘅就系嗒嗒，哇弹晒出嚟，嘿 ！Battle Spirit 呢一只 Chilling Card Game 嘅新弹 SD 53嘅 Gundam 啊，呢一个 Double O 嘅 Starter。咁啊，当然啦，咁啊，除咗呢盒 Starter 之外啦，咁啊，亦都仲有另外两 set 嘅 Starter 喺同一。段时间发售，咁其实已经应该计翻起啦，应该就发售咗起码有差唔多一个礼拜到左右噶啦，我估计啦，系啦，应该有一个礼拜左右嘅。咁啊，除咗 Double O 呢盒 Starter 发售之外啦，咁啊，仲有呢个嘅Gundam Seed 啦，同埋呢个Gundam UC Unicorn 嘅另外呢两副嘅 Starter 嘅。咁啊，今日我就比较鍾意 Double O 嘅系列，咁所以今弹啦就会同大家开 Gundam Double O 机动战士 Double O 00系列嘅 Starter Dead。好，咁啊，今次啦，咁就开一条啦，咁一条六合 Starter。咁啊，点解无啦啦开六合咁多呢？咁啊，事关因为今次嘅 Starter Deck 咧有少少唔同，咁以往啦，咁 Battle Spirit 嘅 Starter Deck 啦，咁啊纯粹一副 Starter 一副预组啦，就冇啲咩特别嘅 Rare 嘅卡啦，咁可能最特别都叫 X 嘅 Rare 卡，但系金蛋啦，咁啊呢一副嘅呢一个系列嘅 Starter Deck 啦，就有少少唔同啦。咁啊首次咁啊有 Starter Deck 出咗二画嘅卡啦，咁啊今次二画嘅卡啦，咁啊分别啦就会有三款图案嘅，咁啊。咁啊，當然啦，按照翻每一副嘅 starter 而出啦。咁啊，第一副嘅starter 就係呢個 unicorn 啦。咁啊 ，unicorn 嘅二畫同埋原本嘅卡圖啦。咁啊，另外啦，亦都有呢個 Gundam Seed 嘅。咁 Gundam Seed 就係以呢個自由高達係啦，呢一個嘅 Freedom 呢個 Freedom Gundam 啦。咁啊，做呢一個嘅二畫係啦。咁啊，佢本身有啲 X， 咁亦都有二畫嘅。咁啊，另外啦，亦都唔少得嘅就係今次我開嘅呢一盒嘅 Starter Deck 呢一個嘅。Double O， 咁啊，今次嘅 Starter 封面就係、是，喂，呢一個啦，呢、這個 Lashia， 咁啊，今次都有二畫版嘅 Lashia 嘅，咁啊，唔知開唔開得中啦，咁我就希望呢度六合會開中呢個 Lashia 嘅二畫，如果開唔中都幾慘啊，真係。好咁啊，據聞啦，咁啊，據我所知就今次出嘅二畫嘅數目啦，就話好似話一箱大概48盒，咁啊一箱裏面好似得兩盒啦，會出到呢個嘅二畫版嘅 Lashia， 開到應該都相當值錢啦。我見出面市價啦，大概賣緊一張，如果我以 Double O 計啦，我以呢個 Lashia 二畫嘅 Lashia 計啦，一張1000蚊一張啊，都非常之值錢啊！好啦，唔講咁多廢話啦，事不宜遲，即刻開盒啦！好啦，咁啊，而家即刻开呢一盒嘅 Gundam Booster Duster Deck 啦，系啊，呢个 SD 53 Gundam Double O 啊，咁啊呢一弹嘅 Starter Deck， 咁我其中一 set 嚟嘅，咁啊呢度六盒，咁啊俾大家睇睇个封面先啦，咁啊其实今次个封面都相当之靓，咁啊我开嘅呢个亚洲官方嘅认证嘅商品啦。咁啊，当然亦都有日版啦，不过就亚洲版同日版嘅纸质分别亦都唔大嘅，咁啊，所以就 O K 冇乜所谓嘅。好，咁啊，好开呢个六盒啦，咁啊，开俾大家睇睇先，咁啊，望一望究竟呢弹出成点啦。我好希望出到二话，嚟啊，开呢一盒啦。咁啊，为咗删减时间啦，咁啊，事先已经揾。咗戒刀咁啊，戒开晒侧紧啲胶纸嘅。好，第一 pack， 哇，咁啊，第一盒啦，咁啊开嘅就系
呢个普通版嘅 Lexia 啦，都唔中意画啦。咁啊，一盒嘅 一副 starter deck 啦，咁啊，里面有两 pack 嘅普通嘅 core 啦，同埋有一粒嘅 soul core 咁啊，原来搵胶纸封实咗 soul core 咁啊，唔开唔搣胶纸住啊，费事嘥时间啦，咪一粒 soul core 里面，咁啊 ，total 咁样一 set 嘅，好，咁啊，第二盒。第二盒中唔中呢？第二盒都系炒咗嘅，都系普通封面嘅 Lexia。第三盒，喂，又系普通封面 Lexia。好啦，第四盒，继续炒，冇啊！好，咁我抬头剩翻两盒啊，咁啊 ，last 两盒，咁啊最后机会啦。喂，我睇唔到，都系炒咗。哎呀，救命啊！人都癫啊！好 ，last 一盒，喂。又是炒的，好啦，咁啊，最后开晒六盒啦，咁啊，最后结果是全炒的，开唔到呢一个嘅二画版嘅 Lexia， 咁不过啦，就不过就算开唔中二画版 Lexia 都唔使气馁嘅，咁啊，事关啦，咁啊呢一副嘅 starter 听闻啦，咁啊听某啲嘅。卡普嘅老細或者員工咁講啦，原來咧呢一盒嘅 starter 咧，呢一期出嘅 starter 啦，咁啊嗰三盒嘅 Gundam 啦，咁啊即使你開唔中二畫版都好啦，原來你就咁咧攞翻呢啲原盒咧未開封嘅原盒咧，咁啊賣翻出去嘅話咧都有成90至100蚊一盒嘅價錢噶喎，咁其實都計翻條數，原來都相當之抵玩噶喎。咁你可以即係你都可以當係半二手咁樣去賣出去，都有翻90至100蚊嘅價值，咁都相當抵玩啊。咁啊，開完曬啦，咁啊係啊，講漏咗一樣嘢啊。咁啊，今次啦呢一彈嘅 starter 啦，咁頭先咪講咗話會中二畫嘅。咁如果中二畫嘅話咧，會點以點嘅形式去出咧咁樣？咁啊，頭先一直開緊個頁面，就咁一抽抽出嚟就俾大家睇睇咁樣。咁其實因為佢嘅二畫啦，其實就淨係封面呢一張嘅 Lexia 啊嘛，頭先講咗。咁啊變相咧就其實佢個封面啦都會係如果出到二畫嘅話啦，個封面係直情轉咗樣嘅，轉咗另一個樣，另一個模樣咁樣嘅，係啦。咁啊，所以就仲要好似話一盒啦，如果中到二畫嘅話，一盒裡面就直接有兩張嘅二畫走出嚟，所以先至咁多人啦去冒住呢一個嘅呢一個嘅風險啦，咁去開呢一盒嘅 starter deck 去博呢個二畫版啦。咁啊，係咯，咁啊見到佢 Lexia 個卡圖都幾靚。好啦，咁啊轉個頭啦，咁啊開埋呢副 starter 俾大家睇睇，究竟裡面嘅內容係點樣噶啦？好啦，咁啊，喂，已經可以開俾大家睇睇金蛋嘅 starter deck 又點樣？咁啊，其實啦，開呢盒嘅期間啦，咁我發現後面背脊仲有一樣嘢嘅。咁啊，其實就係呢個 promo pad 啦。咁啊，今次呢個嘅 promo pad 啦，咁就係每一副 starter 都有嘅。咁啊 ，Gundam Seed 啦，同埋呢個嘅呢、这個 UC 啊，咁啊呢兩盒嘅 starter 都會附送呢個 promo 卡，咁啊開呢一個嘅 double O 睇一睇送啲咩 promo 卡啦，咁啊，哦三張都係黃小姐嚟嘅，原來三張都係啊唔係噃 ，sorry 啊認錯人添，原來三張都係嗰個公主啊，唔係一個名啦已經，咁啊嗰張人物卡啦，咁啊。三 course， 咁啊，其实今次 double O 啦，就系蓝色嘅 deck 嚟嘅。咁啊，至于unicorn 啦，就系红色嘅 deck 啦。咁啊 ，Gundam Seed 啦，就系呢个白色嘅 deck。咁啊，所以就唔同颜色啦嘅卡组啦，都会有唔同嘅能力嘅。咁啊，开一开埋个 starter 望一望先。
咁啊，两张二十分纸，咦，冇一张六十分喎，原来，哦，一张六十，一张九十，好好 ，OK， 啊，分纸唔多你啦，好，咁啊，睇一睇先啦，咁啊，首先啦，咁啊，封面。两张嘅 Lesia X 汽油卡啦，咁啊三 course， 咁啊两粒蓝色减 core 嘅珠啦，轻减三啦，轻减二啦吓，咁啊武力介入 course 四轻减三，咁啊暂时我都未清楚武力介入系咩一回事啦，点玩法啊嘛呢个。可能我要睇翻个规则先知道武力加入系点啦。好，两张嘅 Lesia 啦，咁然之后啦，咁啊另外两张都系 X 嚟嘅，咁啊就呢个 Gundam Lesia 衬衫嘅系统个版本，咁啊另一个 X 嘅，咁啊七 course 三轻减啊，咁啊咦都几犀利喎，咁啊应该武力加入。就应该冇有武力加入，照应该照呢一隻嘅。如果照咁睇啊，咁啊真系要睇一睇嗰个玩法点玩先知啦。好咁啊，另外啦，咁啊另外做几部嘅跟抌啦。蓝天呢一部好啦，咁啊天人部队嘅嗰四部第一代嘅主要嘅跟抌啦。咁啊两部 Tran 三。嘅系统，咁啊再加一部唔系Tran 三噶啦，系咪呢部都系Tran 三嘅，开咗Tran 三嘅，然后就冇开Tran 三嘅版本啦。然之后就系啲人物卡啦，咁啊依个人物卡啦，咪蓝色都多咗个合体条件呢样嘢啊，咁啊机师。咁你哋实啦 ，F 赛尔好多人睇 Double O 都应该一定认识佢啊，系啦，咁啊，洛奥史当斯啊，咁啊，亦都仲有一啲嘅装备嘅卡啦，咁啊，亦都有场地卡啦，系啦，咁啊，其实睇住佢好多嘅图啦，其实都系喂沿用翻呢个嘅。Gundam War 或者 Gundam Cross War 嗰啲图嚟嘅，咁啊，你话多唔多原创嘅图呢？其实都唔多，我见佢嚟嚟去去都系，即系除咗人物卡可能系真系有机会系原创嘅图之外，大部分嘅图啦都系用翻 Gundam Cross War 嘅，或者 Gundam War 即系以前 Bandai 以前出开嗰啲。Card game 嘅原有图嚟嘅，咁我谂目前嚟讲最靓嘅图都系呢两款 Lesia， 咁啊当然啦，呢两款 Lesia 某程度上我印象记得啦，咁喺呢个 Gundam Cross War 或者 Gundam War 嘅时期都有见过呢两个图样嘅卡嘅，咁嘅卡图嘅系啦，咁啊真系唔知个效果，即系成副卡组嘅效果点样啦，但系啦，咁啊据我所知就。一副嘅卡组，如果你真系要成型玩到嘅话啦，以一副 starter 嚟讲啦，你基本上你要开齐两盒，咁啊两盒每种卡三张，你先至可以玩得齐，即系可以玩得嘅，先可以真真正正齐到一副卡组。咁啊，正常嚟讲啦，以而家呢一个卡组嘅帽嚟讲啦，咁啊开齐两盒就已经每样齐四啦，咁你都已经可以玩得噶啦，基本上就咁啊。非常之简单容易入手嘅一种 starter 嘅模式，我觉得系好啦。咁啊，见到今次嘅 starter 就我开咗六盒啦，都冇乜惊喜系啊。咁啊，唯独是最大惊喜就系见到里面一啲嘅图啦。我冇谂过，喂，今次都有其他嘅机体都有出 Tran 三嘅。咁啊，主要都系天人部队嘅嗰四部机体啦。咁啊，嚟紧五月啦，咁啊会出呢一个嘅。Gundam 系列，唔好系咪五月咧？唔系啊，六月好似系，出呢个 Gundam 系列嘅 Booster Pack 啦。咁啊，呢个我冇记错就六月啦。如果大家如果有啲玩开 BS 嘅朋友啦，如果记得嗰个正确月份推出嘅正确月份系几时嘅话，可以喺我呢段片下面留言翻，话翻俾我知啊。咁啊，印证翻我啦，系啦，咁啊
OK， 咁啊，今集去到呢度，咁啊，诶，都讲完呢个 starter 啦，我系时候要砌下呢副卡组，试下啲效果，睇下点玩先。好，系咁多，我哋下集再见，拜拜。好啦，咁啊，手痕，静静间开咗盒，咁啊，呢个金灯丝补翻俾大家。咁啊，开呢个 starter 系要暴力少少嘅，好，咁啊，开一盒啦，咁啊，纯粹睇下试下运气会唔会中呢个二话，一盒嘅啫，嘿，咦，唔对药唔对路啊，中面头呢张系。正义高达，咁啊，点解会咁嘅咧？哦，原来啦，咁啊，听闻话自由高达会喺里面嘅，咁啊，开里面第二张就知道系咪中二话啦。嘿，唔系第二张，嘿，炒咗，都系中呢个嘅普通版自由高达。好啦，跟住见到啲其他卡角色卡，基拉大和啊，阿斯兰拆拉，好啦，唉，服咗就算啦，好，下次见。鍾意我嘅影片记得 like 同埋 share 翻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acebook 专页出去啦，咁啊仲有 subscribe 翻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啦，同埋 follow 我嘅 IG Instagram 啦。想知道啲咩新奇有趣好玩嘅玩具或者一啲嘅新玩意 game 嘅话啦，咁啊记得留意我 Player Studio 啦。